Hello， 歡迎收睇《依賴個仔》。呢部片對我嚟講係好有一個滿足我好奇心嘅作用啦。咁但係對大部分嘅人嚟講咧，都係一條好無聊嘅片嚟嘅。咁所以記得確保你係為咗打發時間睇 YouTube 先繼續睇呢部片啊。如果唔係，又會鬧我噶啦。嗱，咁試完咧就同姜嶺樂佢一齊食宵夜嘅時候，傾到咗一樣嘢，就係自己間房入邊加加埋埋，總共有幾多粒掣可以撳咧？係啊，我都唔知點解傾傾可以傾到呢啲嘢。好似係講緊對自己間屋嘅了解程度有幾多，咁我決定了解一下我自己間房，就數一下我間房到底有幾多粒掣可以撳。唔知你哋有冇數過？幸好我間房就細啦，咁其實影曬四面牆俾大家睇下先。咁我將會逐個位逐個位咁樣去數嘅。咁首先就由呢度開始啦。呢一部咧就係我姑媽申請電話上台嘅時候送嘅一部涼風機啊。二三四五六，咁佢就有13粒掣嘅。哇！點算啊？我驚自己數下數下唔記得。但係唔好大意啊，因為咧電掣都係掣嚟㗎。哦，咁呢個轉插咧就2粒掣啦。13+2，依家有15粒掣。咁如果大家都記得清楚嘅話咧，這個衣櫃後面係有一個隱藏嘅按鈕嘅。咁所以依家加埋就16粒掣啦。平時呢一盞用嚟拍嘢嘅燈咧，佢都有好多掣嘅，3、4、5、6。佢嘅遙控，咁佢嘅遙控有17粒掣啦。好複雜啊，成件事+6+17。好，依家有39粒掣啦。跟住就到呢個重災區，呢個櫃一定秘秘密密收埋勁多粒掣喺度做嘢啦。呢一盒啦，呢一個 iPhone 盒，如果大家有睇我 channel， 應該知道發生緊咩事啊。入邊就係有一部一撳咧就會著一個假充電狀態嘅掣啊。咁所以佢係一粒啦。呢個係幫變色射燈轉色嘅遙控啦。1、2、3、4、5、6、7、1、2、3、4。加埋呢個，依家有25粒啦。要好咁記低佢，睇下先。打機手掣，1、2、3、4、5、6、7、8、9、10、11、12、13、14、15、16、18、19、20，一個掣有20粒掣。咁係時候同大家介紹一下呢個日益強壯嘅女朋友區域啊，越嚟越勁啊，成長咗好多，但係好事嚟嘅，好事嚟嘅。咦，唔係喎，咁呢一啲計唔計掣啊？如果呢一啲都計掣，咁好大鑊喎。根本係決定啊！定係掹到電嘅先計，咪走音。好，咁呢一層就應該冇乜啦，係呢盞餵奶燈啦，冇錯，餵奶燈我將佢擺咗喺呢度啦，已經。好，繼續往下移一層啊。咁首先拖板啦，拖板1、2、3、4、5，有5粒掣嘅。誒，有上次嗰個洗隱形眼鏡機啦，有1粒啦。好，哇，我只腳每踎一次都咔啦一次。零食櫃唔會有掣撳啦，估唔到呢度又唔係好重載嘅喎。跟住橫掃過隔離少少啊，睇埋啲遙控啦，房燈嘅遙控，原來佢得4個掣嘅啫。冷氣遙控有11個掣。好啦，咁跟住就到咗最驚嘅部分啦，因為應該會係最恐怖嘅電子產品區域。首先埋到嚟防潮箱先啦，呢度一粒，誒唔係喎，扭掣都係掣嚟喎。係啦，咁呢度有4粒掣啦。好 AFMF 呢度有5粒。哇，賴嘢，部 DV， 呢部 DV 有9粒掣，算少喎。Osmo Pocket 一粒2粒，好。咁連埋防潮箱背後都有一個開關總掣啦，咁就即係13粒掣。check 下啲櫃桶先。呢個女朋友嘅，大家照計啦，一粒，2粒 ，shit。可唔可以求下你一個唔係我嘅 stabilizer？ 1、2、3、4啦，妹妹部 Sony 相機啦，總共有10個掣啦。呢部相機記唔記得以前搞屎棍開 live 嘅時候用過嘅嗰支變聲麥？呢度一個，咁變聲麥係有遙控嘅。好，遙控連埋支麥加埋29粒掣。一個 monitor 啦。好，一粒兩粒，兩粒掣啫。咁即係話呢邊呢一個都係2粒啦。所以一對 monitor 就4粒掣。吉他 effect 1、2、3、4、5、6、7，係啦，佢係有7粒掣嘅。咁喺 monitor 後面有個兩掣嘅拖板，3、4、5、6，呢兩個拖板加埋6個掣。電話一個掣，跟住到呢個 mon 啦，呢個 mon 等我摸下先哦。1、2、3、4、5、6個掣加5個掣。11個掣 ，audio interface 加埋盞燈7個掣。大家我遇到一個小問題 ，T
keyboard， 我之前竟然想不到有 keyboard 呢样嘢。一二三四。keyboard 111粒掣 ，mouse 有8个掣，电脑机箱一粒、两粒，后面火牛嗰度有3粒，然之后呢个 hard disk 有粒掣嘅，4粒，加埋呢一个八掣嘅拖把啦，即系4+8啦，即系几多啊？即系12啦，跟住再加埋呢一个有20个掣。救命！呢刻嘅我真系好攰，原来系咁攰啊！好，跟住就最后一面墙啦，最轻强嘅墙，木吉他冇走咁啦。电吉他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两支电吉他加埋就7个掣。啊，竟然漏啲最重要嘅嘢，等等，冷气掣、灯掣2个，数完啦。好，到最后得出咗结论啦，我间房咧应该系有381个掣嘅。数完，诶，唔系，未数完喎。张台一二三四五六，381+6，387个掣，即系原来唔数咧，你系唔会知道原来自己间房有咁多粒掣嘅。即系如果我同人讲话，我翻房有387个掣等住我去揿，啲人以为我翻房揸高达啊！好啦，姜令乐，你系咪要数啊？睇下边个多。今条片到呢度，下条片我应该有个故仔想讲俾大家听，希望我剪得切，记得订阅 EG 大个仔，逢星期一、星期四出片啊，依家好做好多，之前星期三、星期日个日子都唔知点做 ，follow IG 同埋 Facebook， 下条片再见，拜拜。系我傻咗 ，iPhone 入边有可能得一个仔咧，起码都5个仔啦。然后原来个 monitor 认真一睇咧，系有5个仔。咁即系话其实实质咧系399粒掣先至啱啊，最后嘅更新。拜拜啦，大家。